播哪种音乐，蔬菜吃起来会变甜。小孩不吃蔬菜，播放哪一种音乐能够让蔬菜尝起来更甜？我的答案是 A。你可是学音乐的，就是好好吃的花椰菜。就这样，对这种。儿子花椰菜真的不行，我觉得有差。花椰菜是花，是因为我儿子就不吃蔬菜，我儿子也不吃。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因为你就是轰隆轰隆的声音。今晚九点，东森综合台《全民新攻略》。